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在工作。我们杂志社需要一些上海的夜景照片。我拍照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像你，可一转眼又不见了，吓了我一跳。对不起啊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请我喝杯咖啡吧。好吧。 严天这几天没事就在街上晃，没什么反常行为。他每时每刻都在你们的监视之下吗？啊，对，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。有一晚，他还去了大世界。去大世界干什么？就是随便转转。哎呀，他去大世界干什么呢？主任。 林璇，叔叔，这位就是向一鹏。我是介川，听林璇说起过你。介川叔叔在这儿约了人谈点事情，所以我陪他过来坐坐。欢迎。听说向先生弹的一手好钢琴啊，有机会我一定亲耳聆听。谢谢，您过奖。 这位是于明真于小姐，是一鹏的女朋友。你好，我们先进去了，你们忙吧。请。猫眼有什么新的情况？还没有，关于华明策的事儿。
没有跟踪，甩掉了。这两天一直和他们玩捉迷藏的游戏。我也一样啊，他们跟你肯定会更紧的。所以我有什么不方便做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我明白。老杨，最近可能会有个行动，这个行动很关键。最近咱们几次跟共党交手总是处于劣势，你没想过其中有什么问题？您的意思是我们内部有说这个有共党的人？没错，这就是邹凯林告诉我的秘密，咱们内部有他们的人。怪不得咱们的计划他们好像都有数，原来是有内鬼。这个内奸不被抓出来，我一天都不会安宁。的确，即使要马上把他找出来也不是易事，赵贤手下的人咱们不太了解，情况比较复杂。如果凭空去抓当然不行，不过现在有一个绝佳的机会，明天晚上你陪我走一趟。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海洋，这么多兄弟，你跟我时间最长，我最信你了。老杨，哟，小马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严天最近在干什么？你不清楚啊？哎呦，我为什么要清楚呢？我这人说话就不喜欢拐弯抹角。现在这处理可真是赵主任说了算。不要以为你们在背后搞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你的一举一动，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中。哎，你找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哼，很简单，严天的行动计划。哎呀，杨修远啊，杨修远，啊，这共党的要犯可是死在他严天手里，南京方面正在查他是否与共党勾结。你要是看不清形势，站错了队，可别怪我们不客气啊。老杨，我劝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，要是落下个包庇同犯的下场，担待不起啊。如果你肯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，我可以帮你在主任面前说上几句。这边说话不方便，你跟我走，啊，哎，走。干嘛突然想来这儿啊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来坐坐。这么巧，易鹏他们也来了。是我叫他们来的，不是说好了我要请客的吗？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今天怎么不喝酒啊？啊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我不能陪你喝酒。怎么了？你不会是来这儿公干吧？哎，易鹏，你跟林雪好长时间都没跳过舞了。来一曲吧。
对不起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失陪一下，你接着玩。对不起啊。云轩，你没事吧？姓严的，赶快把我放了！要是赵主任知道了，饶不了你。谁知道都没有用了。猫眼，猫眼，什么猫眼？别再装了，你就是共党的内线，猫眼。我不是什么猫眼。那你跑什么呀？你去夜总会干什么？你去找花名册。什么花名册？别再装了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在你们那儿一样有内线，猫眼今天晚上出现在白马夜总会的消息我一早就收到。是他，是他陷害我。继续说。他告诉我你今晚在夜总会有行动，赵主任让我监视你，我只不过是在完成任务。猫眼，你死到临头了还想拉一个陪葬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晚上在白马夜总会的行动除了我和我的内线就没有任何人知道。你说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？我花名册呢？什么花名册啊？好，你现在不说我总有办法让你说的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要再逞强了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事到如今赵兴也帮不了你了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。我不是共产党，我不是共产党。你们合伙整我，合伙陷害我，是不是？啊啊！陷害我，为什么要我去白马夜总会？啊！我要见赵主任，我要见赵主任。抱歉，你谁也见不到。他才是猫眼，我不是。把枪给我放下！不让我活是不是？那我也，我也不让你活。哎！跟严天的事儿怎么样啊？很顺利，他已经向我表白了。
严天是特务处的主力干将，跟他在一起，你可以得到更多了。找时间，我出面也跟他们吃个饭。现在局势很紧张，我们得加把劲儿。明白。是他，是他陷害我，他才是猫眼，我不是。进来。你找我？坐。那天的行动让你受惊了，应该的。坐。你应该知道，这么多兄弟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感谢你对我的信任。来。虽然猫眼已经被解决了，但是人死了，花名册的线索也就断了。白马夜总会上上下下翻了个遍，还是找不到花名册。是不是有可能情报有问题？也许。我隐隐有种感觉，是不是我们抓错人了？当然了，可能也许是我多虑了。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做？不清楚，但是必须要找到花名册。严座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两位是南京方面派来的调查小组的成员，调查工作需要你配合。不知道二位想调查什么？邹凯林和小马的事情，他们两个人的死都很蹊跷，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？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小马就是窝藏在特务处内部的猫眼。小马是不是共产党，还需要等到调查清楚之后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那按道理来说，如果想调查，就得先调查小马生前最亲近的人，这个人无疑就是赵主任你了。怎么了，赵主任？你害怕什么？两位别争了，是非曲直，调查之后就会明白。请你们配合上级调查。请。严特派员，目前没有发现什么，不过调查在这几天内还会进行，请您随时配合我们。随时奉陪。就这么放过他了？
调查是我们的责任，就不麻烦您了。赵主任，请您带我们去您的办公室，调查还没有停止。请。您老也不来照顾我的生意，啊，进来。好，那我等着您啊，一定来。好的，嗯，再见。老远的紧急情况。严天对我依然怀疑。猫眼有危险。已经有了新的感情生活，我想，我也应该有自己的新的生活。给我点时间，好吗？白马夜总会的计划证明了我们内部确实有内鬼，但是严天对猫眼儿依然怀疑。这件事情责任在我，我没有考虑周全。不，我们的计划已经起到了效果。现在他们为了得到花名册，严天必须依靠在我们里边的内鬼。所以，我想推严天一把，这样也可以让猫眼摆脱困境。情况很复杂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否则就是血的教训。我知道。保护好猫眼，抓出内鬼。这是你们内部的密电码，尽快给我破译出来。
存放花名册的地点目前无法确定，现在我们内部也为了花名册弄得天翻地覆，每天都有各种情报来来去去，很难判断。但地点已经缩小在几个地方，交换觉得哪个可能性最大？我不能确定。你了解邹凯琳，如果你是他，你会放在什么地方？我的情妇家。进来。今晚你同我一起去一个地方。是。做好准备啊。需要人手吧？不用，就你我两个。喂，夏老板吗？我是。您的照片有问题，能过来一趟吗？哦，我知道。情况紧急，我必须直接见你。我知道。今晚燕天游行动，至于我们两人，我怀疑他是在试探我。这样，thank you.
知道我们要找他们了。照片。还是真的，对吗？有埋伏。严座，坐。老杨，对不起啊。啊，没什么。我曾经一度怀疑过你，但现实证明我错了。你好好休息。今晚我会叫同志们在周围埋伏，到时我会打你的左臂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中了你们的埋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怀疑上头已经注意到了内部有问题，他们一直在利用你抓出我来。我中计了，如果被发现我就完了。马上破译出这个密码，然后我送你离开。
这些就是与会工作人员的名单，从明天起他们会陆续的到东亚酒店去报到。会议计划召开三天，主要的内容是商讨有关上海地下组织重建的问题。这次到会除了上海的，还有一些外地的同志陆续的赶来，他们都是各地区的领导人，你一定要做好保卫工作。好，这次的会议意义重大，要对邹凯林事件造成的隐患进行讨论，以及建立上海地下联络网。组织上把这会议定在东亚酒店是对你的信任，你的担子不轻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。还有这次尤里钦科同志也要来。尤里钦科就是那个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吗？对，他要亲自参加会议。所以说这次会议对我们以后的工作的意义重大。这是慧慧，见到他就是自己人。现在是淡季，有空房。谢谢。给先生六楼的房间，那里安静，光线又好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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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慢走。谢谢，谢谢。老板，外面有一个人求见。谁呀？尤贤海。他还敢找上门来啊？他知道那批货在哪，叫他进来。是。就是那个抢我的货的尤贤海啊。对，杜家的货你都敢抢，自己找上门来了，你真是活腻味了。今天我尤贤海赶来，就没打算要走出这扇门。好，有意思，你不愧是敢抢我的货的那个人。既然来了，咱们今天就把账好好算算吧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尤贤海不愿意给别人背这锅。什么意思？不错，当初那批货是我接的，可是现在这批货不在我手上，所以这笔账你跟我算不着。我来就是为了要告诉你，你的货被一个叫方孝的给劫走了，现在就在十六铺的老货仓里。Thank you.
信不信由你。你要是不信，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。一大早起来就没好事儿，公寓的水管都爆了，找了一个工人来检修，说是要修上一两天的。我嫌敲敲打打太闹，索性就跑到你这儿来避避难，暂住几个晚上。没问题，东亚酒店随时欢迎你。红川，给严先生开一个三楼的套房，手续不用办了。谢谢了，跟我还客气。今天生意不错啊，马马虎虎吧。行，那咱们晚上见。我不送你上去了。现在做任何结论都为时太早，要记住，凡事都要小心，千万不能大草轻生。他还说林璇一会儿也来，大家晚上聚一聚。向先生真是魅力难挡啊，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亲耳听到你的琴声。您太客气了，过奖了。在日本的时候，林璇经常谈起你和你们以前的事情。我们三个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。芥川先生，芥川先生，您的中文可说得真好。我在中国住了将近八年，可以算是半个中国人了。那您为什么会到中国来呢？我喜欢中国的文化，
美食，还有人。其实我也是来来回回，两边跑，做做生意。我听林璇说，您一直都在照顾她。林璇是个善良的姑娘，啊，林璇对我的帮助也很大，这一点我和易鹏有同感，是吧？好了，你们别再说我了。来，大家喝酒啊！来，反正今天喝醉了，我就睡在这儿了。我这两天无家可归，易鹏收留我。方孝呢？就是这句话。这趟杭州非去不可。杂志社安排的工作嘛，推不掉的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估计得三四天吧。一个人出门在外，小心点。我知道了，那我走了。回来前给我打个电话，派车来接你。林璇。前两天我们谈的事情，你现在能给我一个答案吗？干嘛这么着急啊？就当是浮世偷得半日闲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自己清闲清闲也挺好。一鹏，东亚也开了不少年头了，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？管理一个酒店挺不容易的，人来人往的，谁知道这些住店人的背后是什么背景，暗地里又在搞什么名堂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知道这些人里边有没有共党分子？你可别吓唬我，我只是个做生意的，人来了我欢迎，我从来不管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。我就是开句玩笑，你做生意胆子都做小了。反正这些年做生意悟出一个道理，做生意要的是平安，不是胆子。我去看看。去吧。没事儿，
对不起向先生。港口小心点。是我给你送饭来了。来吃饭。我确实去查探过了，十六铺马和仓库确实被杜老板断了。像海点的，刘先来，太不像话了！一个星期以前就。解释好吗？我不听你解释，我就要这间房。吴先生，钱先生，你怎么搞的？一个星期以前我就把602房间全包了，现在忽然没有了。吴先生，您先别生气，是我的员工疏忽，把这间房间给订过去了。现在客人已经住下了，实在是抱歉，责任全在我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给您一个套房，房费全免。钱先生，我可不是贪小便宜的人。我知道，我看你老面子上啊。是是是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您这边请。一鹏，向先生，你怎么搞的？一个星期以前我就把602房间全包了，现在忽然没有了。是我的员工疏忽，把这间房间给订出去了。现在客人已经住下了，我给您一个套房，房费全免。
刚才到你房间去了，你不在，怎么到六楼来转悠的？无聊，四处转着。有什么新发现吗？没什么不同。晚安，早点睡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找我有事吗？是。明哲，你不用走。其实。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这么贸然地跑来找一鹏。只是有些话，我想要跟他说清楚。我今天来，只想做一次最后的了断，在我跟一鹏之间。有些话，只有说出来。
其实这些话我不仅仅是说给你听的，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。在过去的这些年里，我一直想有机会能够对你表白，我今天做到了，做到。跟着我干嘛？我过来看看你。哎，你为什么帮我疗伤？那是看在阿炳的面子上。那个女人是他的女人吗？嗯，应该是吧。只是没有想到会被于明真发现，
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也只能这样表演。你表演得很好，我没有丝毫责怪你的意思。据我的观察，酒店里面除了入住的客人比较多以外，并没有其他的异常。情报的来源是可靠的，我看东亚里边一定隐藏着秘密。可严天在这个时候住进了东亚，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。林璇，我问你一个私人问题，与工作无关。你对向以鹏还没有忘情？是的，我知道我可以骗得了别人，但我骗不了我自己。我必须承认，向一鹏对我还有很大的吸引力。我也觉得他很有吸引力，在他身上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感觉。但是这个男人不值得你留恋。我明白我该做什么，请放心，我们可以不用再谈他了吗？我只是提醒一下，虽然严天是我们的目标，但是向以鹏也值得关注。赵县那边有动作。色不大对，没什么，我要回去睡个觉。请把601的钥匙给我。对不起。哎，不用了。谢赵县已经开始四处撒网，到处突击检查。他想要干什么？我从他的手下那里打听到，赵兴接了从南京发给你的密电，近期中共会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，但地点不详。赵兴又坐不住，要贪功了。中共秘密会议地点不详，那就对了。秘密会议的地点就在东亚酒店。
找了他一天，没有人看到他。美美照相馆好像有突然闯入的痕迹，垃圾筐被踢倒了。这个是我们事先说好的暗号，说明这里有问题发生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从垃圾筐里拿到的。东亚已被怀疑，有利琴科还没消息吗？还没有，但是确定已经出发来上海。除了他以外，其他与会人员基本到齐。现在的情况很复杂，于明珍下落不明。根据猫眼送来的情况，敌人很可能已经知道消息了。我得马上通知上级，安全转移与会人员。东亚现在很不安全，你通知所有的人原地待命，随时准备行动。我们必须暂时放弃妹妹，等一切情况清楚之后再做打算。还有，你马上去和猫眼取得联系，让他无论如何把赵鑫给我调到这儿来。是。真是很担心严天。你是在怀疑严天早就知道这个消息，他在守株待兔？对。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与会人员的安全，可是根据现在的情况，只有靠赵鑫来扰乱严天的视线，我们才能安全地把自己的同志疏散出去。快走。好。这是，我们怀疑你这儿私藏共党，临时突击检查。赵主任要么不来，一来就是大动静。好说。夏老板，情况紧急，多有得罪了。慢着。赵主任，您也都知道我这儿的股东都有谁。这么做恐怕不大合适吧？别拿你的后台法国人压我，老子不吃这套。我的股东曾经嘱咐过我，我在没有接到巡捕房的搜查令之前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那我要是非要搜呢？那你就试试看。这是我兄弟开的店，我担保这里没有共党，谁敢在这放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告诉你，真出了问题，你就是包庇共党。上回邹凯林的事儿还没完呢，这次你拿什么担保？搜！谁敢动？想到搞成这样，都在赵主任一句话。这，多亏有你在，谢谢。还没下落吗？没有。有了情况呢？也没有，他自从出发以后就失去了联系。
今晚就转移与会人员。我们是不是再等等？没时间。赵兴这个蠢货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打草惊蛇坏了我的好事儿。他这么一闹，共党知道消息已经走漏，肯定会有所防范。您不会怀疑夏老板也是？共党内部的确有一个高人，而且我看他们很快就会采取行动。老杨，你马上回去多召集人，围住酒店，封锁一切出口。我想今晚他们肯定会想办法转移这些人。你还不快去？